一次触电让他们跨时空相遇。大姐，你是谁呀？我也是穿越时空了吧？我又没有说要跟你回来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去啊。几经波折，这段恋情守得住吗？你别激动啊，夏天。对着你，我好像总是变成一个疯婆子似的。不管在哪个时代，我都希望你能好好的活着。新剧精选，首百年之约，每逢星期三及四晚上10点，2集连播，八度空间，爱跨越时空播出。